另外係有兩宗確診同埋一宗初步確診個案，潛伏期都有外遊。其中一個確診嘅39歲女人喺柴灣永泰道港利中心嘅工作室住同埋工作，上個月底去過迪拜公幹，之後到西班牙馬德里探朋友，星期三經迪拜搭EK380返香港，之後留鼻水去到養和醫院求醫。另一個確診嘅28歲女人就住喺清水灣道。 星期三由倫敦搭BA.3返港，之後發燒同咳，相信係輸入個案。另外仲有一個59歲嘅男人初步確診，住青衣宏福花園，佢同早前確診嘅醫仔一齊去過摩洛哥，日前發燒同埋喉嚨痛送院。